大家好，今天这一身最新的装备我们要出发了。小邓伦呢？要出发他才去换衣服。我换他的衣服。我去把衣服都剪了，以后干活都不用换。你看一个二个的跟阿荣学的，一个比一个鬼精。听到没有？昨天那个拖拉机的声音打了一天了，前天。来种田了，三月开春了，人家都是人家二月不开春，三月开春种稻谷，不然下半年没米吃了。嗯，大伯你去哪里？我去帮老娘啊！我信你个鬼，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我不会丢，我去帮老娘啊。是哦，以前大伯你们那个时候你不会丢，我都是我女儿丢的，我不丢的。你是插的。我都是不是，我那时候是用鸟的。鸟也不会插秧啊。不会啊，我用鸟他们插啊。那阿姐他们还没长大的时候谁种？还不是你种？哦，那个时候台风分是吧？明我的是台风分。哦，你又见了，这样还没啰嗦。快走你。耶。不是。从那边丢过来，拿秧到那边去丢过来。不要慌，不要怕，先把秧插好再说。对，反正明天也是一样。哎呀妈呀！动作，等你种完一块田，天都要亮了。不要觉得太稀哦。我就想问小表弟，插秧是啥感受？这个感受呢，很多，一下子说不完是吧？体会到了咱们人民群众这个种粮食的这个辛苦的。如果你要去哪里？有一个洞啊。哟，你这都成花猫公了嘞！啊，我阿姨拿纸巾给你擦好不好？干嘛全都擦脸上了嘞？这个不能动哦，这个不能动，这个是插秧不？哦，秧苗哦，不能动哦。三家。在哪里？有吗？有。哦，这里。哇！哦，这里。哎呀！东南，你看我天天在这里。哎！我都抓起来玩呢。去哪去了？好久没见过蚂蟥，把它丢到鱼池去养一下。我说我怎么走不动了呢？这里。五，哎，有那么宽的面积给他的，意思是这样。哎。
马黄呢？老大的。刚刚捞起来了，他又跑了，好长啊！他说那么短，给小表弟玩，我把他捞起来，等一下拿给小表弟嘛。他在这里跑不掉了，他等一下又起来了。啊，他跑了。不敢在那里。他很有这个爱好啊，偷懒就偷懒是吧？你要我拿去给小动物？偷懒找借口。看一下在这里的啊。嗯。要把它找出来给小表弟玩一下。等一下偷偷拿到小豆的后脚跟上面去粘它。小表弟那肚皮的话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。按理说会比他们要轻松一点，怪不得，不是怪不得他那个插秧的那个速度都慢了那么一点。刚开始在我后面，我老爸本来就不喜欢弄井，我都不喜欢，不要说他，没有谁喜欢种井，种田能发财吗？但是为了吃你得种啊，这就是生活啊。我不是讲过一句话吗？为了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所以才能达到自己以后喜欢的事情。所以种田也是一个道理，99%的人都不喜欢种田，100%哦，99%。我们等一下看他到底能下多大。小表弟，不是小表弟，你要看到这个田里的水位升到多高。嗯，我就不信他能淹了我。你这难能可贵的坚持啊！我有自带游泳圈，不要怕。哎，这个天真是颠了。啊！这种人过来还要卡人家一下油。还吃人家一下豆腐，嗯，刚才我，耶！哎，你不应该让他在腿上面再给他捏一下吗？给那个玩一下，凳子。挤一下脂肪啊！放到肚皮窝里。放到肚皮上。哇！哇！吓死了！嘴巴张这么开，他是想做刺身吃掉。哎呀，咬得我那么痛，我才发现原来真是他。嗯，不是啊，你应该放小邓伦腿上给他吸一吸。王哥不是减肥吗？给王哥。哇！小表弟才需要减肥。看他多久没喝过血了，你看他咬我这里有个伤口，看到没？嗯，看到没？没见过这样稀奇的人吧？应该钻一下。哎，晕倒了。啊，我的屁股很大。爸妈，明天买丁字裤给我穿。减一下就行了，不用买。拿那个针线缝三根线绕一圈就可以。无痕的不？种完了。其实现在农民根本就没有那些想象的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天天都得下地干活，除非那些种菜去卖的差不多。现在就是放在那里，各把月撒撒肥料，撒撒药，一收就 OK 了。好了，该干活的干活吧，快乐就好了。哦，蒙哥，来吧。